心有一点灵气啊，算是即马咱的本性，使咱安静回转的元神，无形伊的本领，就显露咱纯洁的心，一点元天的灵性，咱来看现。是最主的心，是灵伊的天界，显露咱正法这个本性。真理是天灵性，现咱稳定顺天性。一点灵光的灵气，咱只有显露清家己的心，是灵魂。一点灵性，定甲咱这么顺的本性，这是咱通灵的发性。要来讲到这么稳的天灵，是原始这点气，是咱无形的心境，这是咱回到的天意啊，上苍。的灵性，爱咱行的顺这尊神，天理的元神，转来有顺的本领，这是咱恢复。我爱是即马当下，这点气就转会清啊。这是在世间，咱的灵做得到，才有当今。咱即马即个气相通，拢是回庙的灵性。我以清界即个神，见到即条灵伊的本源，是咱找出着先天。咱才有即点气通咱即个自我心，这是咱清净的发生，无形对着咱。这条灵气咒印，是咱用安尼来表示，咱心内底啊，这个元灵，伊才会当以清净转倒转来咱的元性诶，是灵伊的天意，度我即马自我心的灵界，现伫顺通咱这条心诶。这是咱接回来，会当予咱通灵，活伫现主时，咱来活用。这就是咱照伊先天的灵性，要来讲到顺家咱的天性，是灵魂伊的本性，爱咱定法即尊神明，咱有即条清净的天意。上苍给咱，我爱是即马的正法，予我这个心抓会牢，锁会安，这才是我出家的天性。母娘爱予我以清净这个念头来讲，甲这么顺时的灵性，该转该滚，安尼咱才会当讲通灵。是咱一条正天的本性，要回入来，咱这么啊单纯的气通，这是咱照着灵魂伊的灵性，咱爱拢是自性灵，咱才会当看透甲咱老母这条元灵，这爱用着清净的气。通到咱即马即个心的定法，无形伊只有讲灵性定咱即尊神出家，这则是咱顺着正天的灵性，转过着咱的个人清净，是灵魂伊的天性，咱才有这么啊顺的本性，恢复这条清天的气。今天咱只有
这个心清净，就是这个尘咱不爱染，安尼咱才有这个心，这呢自在。因咱只有讲通外用，外用就是气数无死的。今仔日咱爱是照着这个天性，咱再来讲通咱的脑神，活在现主时的作用。这是咱清净的天性，心灵啊，伊的转明，明就去暗，是咱用着这条清楚的天灵。清楚就去掉，未歹，易歹，这才是咱讲的灵源灵性。要转到咱这么顺的天命，顺就是去掉复杂、乱忙，是咱用到这点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应母啊的心，净化这个天性，爱咱恢复。清家己的心，这是咱道家的正理。上苍伊的灵性，就定咱在世的心团。咱有一点灵魂的灵气，照着母娘伊的清净心。今仔日咱团，虽然用这个嘴团，但是咱嘴是伫内底深入。心内底这个开口，咱才有这个真响亮的声音，或者丹田气，是灵魂这点灵性，咱来照着先天的清净。今仔咱食米的气，就讲内底有一个米，迄就是咱的体力。今仔咱用四点的气，就是老母啊。伊予咱的精气，啊，精气是清气流流的啊。食米的气就是要保持咱的体力啦，安尼来合作。这就是咱通灵的天界，咱才会当寄入啊现主时，因为咱即马有这条生灵啊，有这个肉体啊，所以讲爱照着这个肉体，心内底这个元气，予咱会当有这个活气，安尼咱才会当通个。这个脑神爬起来，咱这个虚空是用安尼来接受你的脑神电波啊，才会当顺着母牛的信号，拢是现世界的灵性。个人要清净，这个本性本体、灵源灵气的天性，转咱稳定是天命。今日以我个人。我受到母娘的传法传授，我这世人都要学母娘这种法力法门啊！进门我就要深入，大家一心啊，一心就真心啊，其他的我拢做附带。所以讲，今仔我所讲的，是做母娘的功课。母娘就是咱的道源头啊，道源头是公平的啊。所以讲，我是做天公的工作，这就是我个人的原型啦。今仔是咧讲我这条灵，甲我这个心的产生啦。啊，如果你若搁期待，迄是负担的啊。今仔咱就是要活，活就是买搁有轮回，搁再死甲咱缠的啊。这个缠若搁甲咱缠的有无？啊，咱就袂精啊。是咱。这条灵天的灵气啦，母娘虽然啦、啊，你看伊真善良，但是伊是真严格、真庄严性咧教囝，是要让囝有成就啦。安尼啦，都敢若亲像散姑姑有无？啊，母娘要求无严有无？拢生一挂流浪囝、放荡囝，安尼都爱阁重来轮回一次啊！我做重修就对了，定阁收起啊，爱是麻烦啊，是灵魂这点性啊。咱在世间就要有进出心啊。今仔我讲的是正法的灵性，唔是我个人的心意哦。
是这个以我代表母娘的解释翻译哦。啊，我将着一一都实在安尼甲伊释放哦。这就是我个人的念头啦，嘛是我个人尽量要安尼做啦。所以讲，我负担真少啊。我一心就讲一每一工，就讲寄入到这个专注，接触到母娘这个先天的能量，来转到咱即马这个后天呐、啊。咱爱安怎做主持的，爱安怎传落去顺序的，啊，我是全心全意要来做这款工作啦。啊，这嘛是我爱担的啦，是咱用着这点灵气的天性。我要讲到顺家这尊神，今仔我就是要深深入来我这个心内底，这粒精神啊啦。啊，这才是我的原动啊，我的原来啊。迄、那个本性啊，安尼才有这种力量啊，才有这种影响，用着这种声传啊，是咱顺着这点灵气啦，转伫咱这里顺的天性啊。今日我是以道家，啊、用着这个精气神呐、啊，这个精神要合这个心呐、啊，这个家就是共的心嘛、啊，你唔知道我都共一家人。啊！你若无共一家人，啊！你早早就拢分开啊！张公爷啊，老前辈啊，有五代啊，搁合一个家庭啊，食饭啊，几个百人啊！咱人你要讲五代同堂有无？困难啊！是咱用这条灵天的灵气啊，要甲咱讲到顺家这条天性。是灵伊个天理，咱再来徛正顺家的心气呀，真元的灵性，爱咱转来回母的心嘛，这是咱清楚这点灵性来到顺母这条本领。现呐、啊，这是咱即卖实际。今仔你现未出来，就是你做阿无够，你即够开呀，阿无足啦。啊，搁欠点啦！要讲就讲，还有缺电、缺线啦。真元的灵气，转咱顺家是现主事。今咱直接听，我听，搁有连来印证。这咱今啊，你要讲听这无形有无？这个大世界有无？困难啦！动手是拢伫遐咧讨论咱今啊，这个有形这个文字。要安怎做？咱来计划安尼尔尔。要计划一个形式啦，但是自然这个产品有无？你真歹去听到啦。所以讲，这个福，这个缘是伫遮。你如果听，你来照安尼连连落成，出去再采鸡你啦。咱是道家呢，所以讲共的心嘛，咱所有听出来啊。咱共条路，共个即个立志，共个个志愿，咱就会当成共款啦。今仔咱是要即条灵成长啊，毋是你即个肉体要来直接做主啦。但是这嘛是爱照着即个肉体啊。咱原主是个心若知，你即条灵就会开活啊。咱是要做未来路嘛，咱是要脱离着。这个死嘛，我还搁轮回嘛，啊，这就是要讲姻缘啊，啊，姻缘拢是性空哦，咱的本性本来就空空，伊才用着无来表示啊，唔是没有意没有，是有哦，四点水这个有哦，有伊是代表有甲无哦，这个形体、这个形象、这个事物咯，上苍的灵气转伫咱这里时。的心性，是咱原来这个天命，咱才有这么顺利的灵性。每一个人带的科技无同啦，咱所有讲的科目无同啦。所以今仔咱是修心法的，真心嘛，你这条灵才会当做神，神你才会当活在这个虚空，来接受咱的先天。的量场啊，
你这个分量若无够，你这个量就是咱的分数若无够，你还搁伫这个零的世界直接活动啦，直接败局啦，直接补分数啦，你知道吗？现主席发挥真济啊，迄就是咧补个人的分数啊。较早，咱一个代表或者黄永和伫咧时阵，我讲这是加分的，这是扣分的。这句话你爱扣个，今日做是要做加分的，要补数。唔知咧讲用着这个砍中这个阳的来补这个离。因为离中是虚的，所以掠砍这个阳来补，咱即马咧讲的，这个离中这个阴的，啊阴的再搁倒转来补离的，修持就是安尼抽补啦，长的甲剪掉，啊短的互生出来，安尼咱才会当平平平，啊搁圆润润啦，无一寡美感啦，咱无爱亲像菜市啊老毛无。咧行三角六经啦，爱就是要显示伊个出头啊，伊所有开口啊，今仔咱卖嘛，咱是良民嘛，咱是修持人嘛，最主要是啥？咱这个良心，咱这个善行啊，是原来这个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加显得清。一条会当顺路，今仔即粒心啊清悠悠啊，咱所有诸天的心都来甲咱应啊。你所有的心啊，若明无，咱即马即个光就倒当个源头，迄、那个金光啊。今仔灵是要修光，或做灵光啊。灵若暗灵光片就来啊，灵若光神就力就来啊。是用这点安尼来衡量啦。啊，今仔你要做啥物物件，就是你即马听。啊，你如果若无爱练，啊嘛是一般般。咱即马咧讲个，敢若对人行啦，啊人也话你就去安尼啦。小出啦，小出来阁袂歹哦。但是你若行反派咧，迄个较危险嘛。是灵源这个本性。是咱主要通灵，一个人啊，你爱去接触气场，你爱去看人的道场，你爱看人所有的啊，这个团体的规矩，礼貌服务周到。你讲咱出去，有诶咧甲你问，有诶无爱应诶。出去是重要咱的品质呢，咱的素质呢，咱咧先招呼人。别人若甲咱问的时阵，啊，我无爱谢谢感谢。啊，有诶人摕水予你，你也无要插人咧。所以讲，这个品质哦，实在有影相差真济啦。啊，这就是咱咧检讨，爱探讨啊。平常时的教育啊，你无输入来即块，因为你是后壁才来。若头前迄阵庄严有无？大家咪骂甲哭。但是。迄是咱一个起发点啦。讲咧，咱一定爱安尼传落去啊，安尼接落去啊，哪有可能常常咧甲你讲迄个上界基准的、上界基础的迄个根基，我那都毋是神啊，神咧干咧即个代办有无？啊，都起了了啊。咱拜爱拜家己的心会吉祥，今咱拜爱拜吉神，甲你即条心。带到零，会当和谐啦，会当提升啦。咱即卖咧讲个精进，这才是咱尊敬个神啊！啊，你拜迄个神啊，戆嘟嘟有无？啊，都比你较吃力，免讲落难神、落难神嘛，几个？迄是神，伊平常时啊，做人个时阵，伊无调直，伫遐坐位坐袂调啦。咱真济人会晓讲啊。这个人做官都无办，啊，严的就倒了了，有无？唔是出足济问题咧，啊，无就是这个官期四年坐袂头。咱即嘛就发生啊，做总统你也看坐有头的无？啊，坐头哦，
麻烦来无？爱着拢心贪啊，心邪啊，是咱一条现主持的灵性。边边啊一个人，你会当受着这么尊求、尊贵，别人安尼咧甲你敬重啊，啊你搁做甲偏激，迄毋知等几亿年啊，你才等到，恁祖公都咧欢喜啊，啊你颠倒搁做到恁祖公伤心，搁失民主。这是咱修行人爱去体会、爱去想的啦。啊，咱若真正讲安尼贪污，你免收，你去做生意就好。是咱要真正修正家己的心念啦。世间敢有真正行到这么公平公道的？人就是伫这呢，这个心呢，你安怎做？所以讲，这款的是难处啦。要得到真歹得到啦！修行的人，伊都做袂到啊！莫阁讲咱即卖社会人啦，莫讲遮属龙工商遮人啦，莫讲做讲做大个遮官员啦，又细啦，伊即个心啦偏激有无？都食罪啊啦！啊，这是咱人所定的法律啦，是咱只要要行。咱这条清净的修持啦，今日这是向大家报告，要让大家心有一个疏离，你才会当安得。今日若无离无够啊，你总有一寡，咱咧讲讲残渣啦，一寡留落来，即个无效的有无？即个废物啊，是灵魂这个灵气，咱爱行向。先天的本性，一世人只有向咱的主人翁咧，咱的主公，咱的主公啊！你若袂拍算，你若无想要爱啊，你这粒心永远袂光啊！主人翁，咱的主公就是这粒心嘛，是咱有这条正天的灵气，咱伫道中出去有无？我拜先天。我拜天上圣庙，我拜什么王爷？那是我的主公，那是你心外的主公。今日咱修是修咱即马注意这条主公，迄个是甲咱扶持的，迄个是头前甲咱打杂，后壁甲咱杀的，要互咱这条灵界同款，会当有一个成就，有当有一个威好济。啊！你唔通寄伫遐，永远烂伫遐有无？家己无志无气啊！是元灵，这个天界，爱咱顺着清净的本领，是咱元天一点灵性，要讲到这尔稳，今仔咱一定爱下决心，一定爱聊落。今仔咱用着上界劳苦的，上界辛苦的。你若无安尼做啊，你袂去体会别人真正疾苦啦。疾苦就是啊，足紧的艰苦啦，发生啦。咱嘛是会安尼啊。你如果即马唔收持，啊那汹汹有无？迄、那个紧急来，迄、那个意外来，你袂顶袂当。啊是讲你爱人服务的时阵，迄阵阵你咧想是想啥？当初。我若好好的时阵哇，若卖卖，心若卖无正，我今日死呀，天可原谅了。所以讲过去一句话吧，刁文刀，食可死呀。你在时，你若听这个道会通啊，你知影这个道理呀、啊，要暗时来死有无？安尼，搁有一个交代。啊！你永远对着这个道理拢唔知，啊！你心都茫舒舒啊！阿妈只有奈何桥这半等你尔尔，迄时阵你就怨叹的想啊！我好好迄时阵，哪会无爱真正甲这个心刻伫遮啊？啊！干那随波逐流，人若讲我就行，啊！当场我拢未去体会，拢未去忏悔，咱灵若去见到母啊，会忏悔啊！
即次咱出去，你着看到咱十件诶，甲理事长吗？是怎为着伊心发出来，甲恁借啊？平常时做无到，你甲遐你会愧疚嘛？对不起，着母娘嘛？母娘遮尔爱咱，啊，咱家己有影。平常时你无去补你诶数嘛？这是现开着，现伫咱诶当场呢。啊！你叫我唔忏悔，你叫我唔悔过，啊！那就无采咱逐处出来咧放光啊！啊！要让你这颗心有无真正体会啊，灵感的出生啊，是一点灵魂的灵气啦，转伫咱这么清净的心嘛。你若看有诶位真正唔知，经过这两三年的拍拼。有小可成就，啊！这才是咱要爱的啊，咱要共伊行的啊，会同伴啦。兄弟姊妹就同伴啊，咱连主席的同胞就同伴啊，是咱伊这点灵魂的灵气啊。不管咱活伫什么所在、什么环境，咱拢是共款啦，共条心在相听啦。啊，咱若未相听，有无？啊，就大家行一派啊，啊，互相吐槽有无？安尼，这个刀要哪推行？大家嘛要推行，你着粗皮啊嘛要推行，你幼儿嘛要推行，是要哪推行？我问你，是咱咧用真心嘛？你才会当讲到咱的本性啊，这个金光明啊，这个灿烂的心头啊，是灵也天格。是咱即满要照着虚空这神尊啊，这才是咱通灵的脑神电谱啊。灵源是天意，转咱瞬间是道神。这口神、这尊神的话，你即满当时要你讲的话，伊的来源毋是一天两天啊，毋是一世人两世人，你知无？是流搁流。细搁细，推搁推，看搁看，听搁听，练搁练，练到有些个气候，落火纯青啦。伊才有这个神，活人只嘛这个脑神啦，互你来用这个电波啦。你爱知影伊的尊严尊贵啊，毋是我只嘛阿娘这个心意啦。要我讲出着伊真正的真，这都要经过足侪苦楚啦。啊！咱人凊彩活一个有无？好好的不得了，讲家呢三长两短安尼吼，讲袂尽就对啦。三长两短就是讲八卦啦，三就是阳的啊，两短就是阴的啊。啊，你都是好歹话拢讲就对啦。是咱一条正天的灵气啦，讲话你若无一个结束，你若无照着这个话家收尾。啊！你顶个都白讲诶，人听无啦。是咱一条清净诶法界，今日做理事长，搁代表母娘诶机，你搁毋敢去真正逐工安尼训练，你搁敢结戆戆？出去你还搁伫遐叫结结安尼戆骂骂，以后你是要怎成长落去？这是一个机会，大机会呢。你阿妈啥物人要甲你栽培？我问你啊。是咱个家己爱惜家己啦，讲种个话，大家拢足歹听。但是若去予神甲你骂着，我相信伊是看你会一致啦。伊才会安尼遮尔啊，有这个真正，即种气氛有无？要甲你赞啦，啊若甲你侮辱，你就昏去啊！若去予我侮辱着，你就歹去啊！是咱爱知影嘛？这个真正的苦口苦口婆心嘛，那是无听的话嘛，真道理是足歹听的嘛。安怎讲？会甲你更正我，会甲你治嘛，会甲刺你的心嘛，刺你的心是啥？要让你回心转意，要让你反省你过去所做的。别人会成就，你来未成就啊？差伫倒？平常时的训练。
平常时的认真。你今仔做理事长，规个会你都爱十张的条啊，你较放放。出门你搁伫遐搁出洋相，我那你要带你啊，咱这李干事，搁这会员，平常时拢靠梦想。今仔你看我出去，什么人要出去，我发起，甲所有物件拢甲你摆伫遮。有的都啊，未晓要提咧，你要，莫搁讲，你要搁靠遐文星甲你传，迄是大唔对的工课啦。真理的灵性，现任顺家，这是天命，是甲你带入门啦。修持是你个人的心头啦。爱着这个机会，要讲甲咱大家心的开有无？有好有歹啦。当然拢是一种鼓励啦，鼓励就是啥？啊，你正向心会起来啊！希望着这段，若讲着你，你嘛免讲遐真艰苦啦。你个反倒转来做好，较谨慎个，较轻快个。你这条路讲个清楚，会明白，这才是咱一世人要行个路啦。修持就是重这尔尔，啊，你佫无重这。你重复才复料，干那做包装的无效啦，爱真正内底品质啦，这种要求，真法拢是伊啦，恢复拢是清净，有咱一点灵源的灵性，转过着这么清净的本性啦，你看的拢是外口花花啦，拢是你咧欣赏的世界尔尔啦。但是要讲甲你的自我心会调好无，确实爱加油啦，确实爱勤练啦。练气只是初配尔尔，降四句嘛是初配。你要解碎啊，则是搁进一层。你这个解碎转弯斜圆无，这则是搁进一层。你搁讲会明，则是搁一层。你伫遐。你排局有无？你是安怎转安怎转哦？迄是你家己乌白想的啦。迄心外物件，你，迄是初步的，迄是你拄啊开始要照迄个意，莲花的清气。哦，啊，甲咱今仔咧讲的讲，这个莲花座神来伫遐坐，迄是一个代表性啊。啊，你袂当讲这么侪年啊，啊，搁伫咧舞遐的。迄是小看咱即卖咧讲个见识人生，但是咱物件咱咧收入来咱即个心即间宫内底来做啊。你敢做外口了遐时间了遐金钱是要做啥？是咱即卖咧讲个实话啦，我袂去骗你啦。过去咱嘛做真大土安啊，但是咱今日咱会安尼做，你有受到无形界甲你一条。伊早你讲着真心话啦，即种炼丹神啦，啊你神甲无明理，啊你拜神要创啥？这个神鬼尔啊，啊神鬼着啥？也咪叫你做东，也咪叫你做西啦。是咱鬼神的当中啊，你着爱亲像这个鬼神的名嘛，你讲出来这个字条条清，条条会当运用啊。啊，这就是你的选择权啊！这就是你即马这个心啊，要爱的资料啊！啊，咱要倒转来这个资源啊，现伫灵魂，现世形，转咱清家，则是灵气嘛。一世人，咱来当传三个就好啊，每一个人传三个就好啊。咱母娘是重，一无重量啊。你请会起来，你若甲这个分数60分，你咧进步就足紧啦。啊，你若拢伫59.9有无？这母娘实在真伤心啊！有这个好天年，有咱今嘛，咱食清大拢唔免烦恼。啊，你搁母家咧母傻傻有无？这个心搁唔转，行入到你的这个心道，这个道门，这个法门。啊，这你就伫啊，无啥啥，
心的义务哦，你若想到，你就伫遐舞啊。啊，你舞到当时会出头，互你阁买较贵的啦，金纸啦、香啦，到尾啊，你就一出火就去啊。迄个是啥物意思？佛咧甲你讲啊，火烧功德尔，你所有的功德都足足侪足侪咧，但是你都未堪要一出火甲你烧了了，你内底拢全古董。吼，足价值足侪，但是一出火来是毋是去啊？啊，这个火就是咱脾气啊。你现主持的作风啊，你的心歪过起错，你再多火，惹麻烦。是灵源这点灵气，咱要静修中恢复咱家己。今日以神来甲咱错路，咱才有这个心的主人啊。今日这颗心要做神嘛，迄才是咱真正的主人嘛。啊，你这颗心若阁无清楚，啊，阁若无光，啊，你的灵就雾煞煞。你啊看，咱所有的若大梦落雪有无？气流顶顶的也是光影的，啊，这就是咱怎样咧讲的心头病，是咱有这条正法的灵气，咱要转到自我心。这是咱定法这条灵气啦，母娘要甲咱牵绳，要甲咱开导，要甲咱引导。啊，但是咱咧照着母娘伊的圣意啊，伊的好意啊，来培养咱现主持的善念，真愿的天性，转咱恢复是天灵，是咱一点原天的灵性。今日有家己一本经，母娘啊，互咱读个头。你爱家己去看，家己去做，家己去印证，家己去得。这才是咱真正的艺力不变。啊，你唔当拢做平工艺啦，是咱爱真正去拍算。你要安怎来做，才是事实。今日在世间掠到啊，互咱掠啊，印证伫遮。咱即马即个规定伫遮，阿莫咱即个身躯无去，同款你即马来到即个位啦。安怎讲？即个经济，即个产品，你定到遮，你是人，阿莫嘛是做人；你是神，阿莫你这条灵嘛是神。你今仔讲你要搁做众生，阿莫你这条灵嘛是做众生。佛咧咧讲，众多得多，众瓜得瓜，伊袂去走样去啦。啊，这是咱心安的啊！你定会条这世人，咱要做的工课做到够，或者出头天啊，有路用的人啊，是咱顺着这点灵气啦。世间考试就讲我爱录取啦，就是讲你爱及格啦。较早阮老师啊，迄外省啊，都七八十岁啊，有无？及格不及格，咱是来听无啦。今日我讲就是要讲人听有，因为我是受到迄个所有的老师安尼教有无？伊腔真重啊，及格不及格，甲侬及格不及格，安尼你敢有听有？所以讲伊教出来，大家嘛是拢敢若啥，敢若像放牛囡仔咧啊，无成长着啦。做老师啊，甲咱即马师爷师弟有无？要牵咱即马小师弟小师妹啊！你一定要表示你现主持这个灵官，你事有顺序，一定要用灵，灵才是真心，做神这种话啦。啊，若咱人我都能用解说的啊，啊解说的是伫啥？小对话伫啊咧比例尔尔，你深入去袂，袂讲一门深入，你要讲甲遮尔啊顺序啦，深搁深，互你知搁知。啊！你如果知那唔做，啊，这就甲江一丁、甲王仙仪同款啊。江一丁，伊是一个有智慧、有读书人，七岁就会解金刚经啊。人家讲啊，这道德会有一个王宏仪、王仙林啊，爱去甲拜访啊。王仙林是一个做餐人啊，无读书啊。所以讲江一丁，我看伊无起啊，啊，再问讲王仙林讲啊，金刚经。我若会背会读安尼，
啊，搁会倒病倒泻安尼有无？啊，搁会解衰，安尼金刚经安尼会得到未？王弘毅讲，安尼袂使，袂得到。江阴中就真气啊，伊讲啊，无是安怎才会得到？伊讲，你爱照金刚经内底，甲咱即马上经啦，你爱照经文内底迄内意去做出来，搁做甲稳达达，会成样就对啦。安尼你慢慢才会当归家啊。规家就讲，你才会当得到这个位啊！今日是要这个宝位啊，宝位就是咱即马讲，咱往生迄个神位啦，迄就是定咱的计数啊，定你现主席资格啊、品质啊。显露是灵源的灵气，转咱清净，则是本性啊。今日咱生命会开，就平常时你这个脾啊，爱消化啦。今日这鼻若未消化有无？你的气塞未出来嘛？暗气伤人嘛，伤家己嘛。所以今日咱道家就是代表这个气的运转了呢。气就是咱即马这个气息呀。你即马呼吸接上来，咱即马这个正能量啊，甲负能量啊，是灵源，这个灵气要转到咱的心，这条天意呀。是灵，伊个天法性，转伫咱无形这条元灵，是咱以清净这点气，世间你心放袂出来，锁掉了有无？你个物件啊，着拢无爱互别人知有无？啊，别人个你轻轻要共摕有无？啊，这是毋是自私心？咱个烦恼转来无爱甲伊共款啦。咱上好个本人，人着知影讲你是真心个芳啊。你不爱予人，人就知影你这心臭啊。用意无同啊，但是拢是量啊。今仔咱讲量，你爱看什么量啊？香的，甲咱姊妹咧讲的鲜的，这种量无同啊。人所有接触，人所有体会，迄个量无同啊。有的是假量，有的是真量嘛。这个物件量好你，所以讲咱是爱谦逊，有无？谦逊啊，是咱有这条正天的灵气啦，在道中咱只有用安尼来做啦。是咱上天这点灵气，大家拢要相扶持，因为你搁较牛毛弱点啦，有你的缺点缺陷啦，你搁较含慢，毛你的优点啦，安尼是毋是爱大家交流？这是咱爱安尼做的。只有做合作合主啦，因为咱爱是天元的灵性嘛。咱所有要爱人世间要爱啥，日甲月的名嘛，唔是咱人出名迄个名嘛。所以道理无一定爱听出名的人咧讲啊，爱真正你讲有理、有名理、有名界的人咧讲啊。啊！你才会当得到心的安静。显露是正法性，转咱顺家，这才是灵气。大家拢会当听，大家拢会当讲讲啊！你咧讲就是安尼，这么简单。我咧听嘛是同款，我就知。你只要开嘴，我就知。但是叫你讲，讲袂出来啦。叫你只嘛要传，你无这口气，无这个力啦。尤其是你要搁讲啊久，啊难啊啦。足困难的啦，啊就是大，无啊，你会当生会当无生啊，啊难了无，就甲你困掉咧，一眼一眼甲你困掉咧啦，敢若咱的角有无，一角一角甲你拔掉的，死角有无，你头一角都困难啊，啊这个死角是啊怎，爱听到咱即马这个无经啊，爱听到这个神的力量啊，伊早我都甲你头干。今日只要听到要听心感啦，唔爱搁会纠缠啦。你爱知影这个意思嘛？意思你慢慢，你这个感若开有无？你心胸就会开，你就会凉爽。咱所有接受的神的话有无？你就知影讲哦，啊原来就是这么深哦，一门深入就是这么深啦。所以讲你卖看伊无气嘛，一个人你看伊无气，你就害啊啦。你兼一个老师嘛，你兼一方面的思想嘛，
是咱一点正法的灵性。修持目睭前，不管大细汉好歹，拢是咱的老师。好的，咱照安尼捡起来，照安尼行；歹的，咱甲拾倒转来。拢无冤家，拢无怨亲，拢无敌人啦。是咱有这条现主持的灵气，咱要讲到对家己这种效益啦。是咱真正的脾气，是咱的心量，你爱在世间都爱放得开，用讲的无效啦。是灵魂这点灵气，是咱转到这么顺佳的心。真理是天发生，转咱有报现会清，是咱以原来咱的灵气转伫清净这条神。是咱以灵源的灵气，咱再来讲到清界，咱的顺灵，真法本意是定咱心，现咱转来是应无去，拢是先天落性。咱爱有这条清界源头，这个灵性，这就是咱的果，咱离袂开着咱的果品，咱的性果。咱的道果，所以讲，今仔日这个果，就是咱的功德性，就是咱的团圆。人讲阿母娘啊，修圆是要哪修圆？就是你这粒心，只有向着咱的中央为好。你这个情，不爱受着咱的六根尘色，安尼你有甲染着，这就修圆啊，真简单个啦。要讲，咱即卖咧讲个土话，就讲大家爱会当做伙啦，无分派啦，无去计较，无比关家啦。闽南语就是用咧叹，是这条灵天的灵气啦，转伫咱这个顺的天性啊。真法是天元的灵性，爱咱转来回到的清净，咱有无形。这点灵气转伫咱这个稳的天命，是原始这个灵性，是咱转到清净的本性。灵源伊的灵气，以咱定法先天的本性，咱带有原来迄种灵魂。今仔日你的灵，若讲你搁什么指灵，什么指灵有无？就是你啊。悟袂清楚啦！你领来这个工课无共完成，你才会当被底下报讲你是啥物三智的，还是讲你是啥物智能？因为你干呐接到尔，无拍开啊！唔知影内底这个意思，你用伊用袂出来啊！安尼你咪倒转去见母娘啊！仙道是灵源的灵性啊！咱人拢是同款有初心。但是你经过甲你讲啊，你一定爱有修正念，变有心，有心变迷心，迷心了，咱变咱即嘛妙心，妙心咱变贤，一门深入这个心的体会，是咱将着咱这先贤所留的话，咱即嘛要安尼甲伊用出来，要输入来甲咱这个心。来直接运用啦，是咱用着这点灵气，要转着顺家咱现世的心。真理是天元这点气，来到顺通咱的心，恢复这是咱这条灵。因为咱爱是正法的灵气，要转伫咱的心，正呢公平，无娘。伊只有对伊个心主尔尔，一个花啊，就是这个心为中心尔尔。心呢，伊包咧，阿嬷伊开，阿嬷伊写，只有这个中心，这个尔尔。今日爱这个定海针，这才会当测到咱现主持的度数啦，你个心个念头啦。咱爱是这个中央、中和、中立、中心点，安尼来徛会得有无？啊！你就是咱姊妹咧讲的，咱的母头啦，咱的指挥官啦。上苍这点灵气，
转到这么顺利的本性，咱再来看现这尊神。当然啦，啊，少岁五十几岁，咱即马起嘛拢五十几岁啊，庙会嘛五十几岁啊。哦，你讲尊神，伊嘛拢五十几岁啊。但是你即马你着爱训练啊，你着爱受正统的训练啊。当初我五十几岁嘛是爱放荡，但是经过三年，咱讲的这个八卦台倒转来，咱就无同啊。咱慢慢进入到即马这个规矩啊。所以讲，你机会是还阁有无唔对，但是你即马爱放你的心单，吼、哦，你该当爱做诶，这个科技，这个现主持，你要学诶，这种真理，这种真意义，这种合情合理诶，你拢要去做出来。啊，若无你阿妈唔知当时啊，吼、哦，要有艰难来啊，是咱用着这点。人员的灵气啦，啊，咱外边搁讲落啊，歹听的话啦，啊，无好格调的话啦，是人员这个灵气，转伫咱这里顺的天意啊，是灵显露咱的灵性，咱爱顺加这尊神明，再来讲到这呢啊清的灵气，是咱直通现主持的心意。阿母啊，爱予咱这粒心意是啥？清清的来源、来料，啊，这才是咱的心的主意啊。今日强调咱的心意，就是后天呢，咱知影这个常识、见识、知识，咱甲刷伫边啊，来配合着咱即马这个先天自然的产品，或者咱即马讲做智慧光，安尼咱来甲合作伙。先天后天来作用，色不离空，空不离色。色就是有形有色有的物件，空就是咱的本性，本来就空空，无半项的定位定位。所以今天咱要讲的，就是这粒心，伊所有拢无物件，心无一物，这才是会当配合啦。咱现主持的理想啦，清气中的清楚啦。啊，嘛是咱即马清凉中的清爽地啦，就清净心就对了。灵源本意是天灵来，显露清净，露本性，悟出这条正法的心，这是咱传法本灵来，都甲咱这么清楚，心在在。好啊！
哆嗦咪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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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咪哎那拉哦耶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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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那哦啊哦哎哦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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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哎呀哦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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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Yeah.